形意拳是中国民间传统优秀拳种之一，与太极拳、八卦掌统称为内家拳。形意拳脱胎于形意六合拳，在1856年，河北李洛能证明为形意拳。形意拳讲究取其意象其形，心意成于中。 肢体形意外，内意和外形高度统一。形意拳，形意拳五行拳是按五行学说论述五行拳的，它包括劈、崩、钻、炮、横。形意拳的运动特点是节奏分明、动静相间、刚柔相济、完整饱满。 下边，我给大家做一下形意拳最基础的三体式站桩和杂桩。这是形意拳的三体式。三体式要求手。 手指尖高于鼻起，要松肩坠肘，含胸拔背，头向上顶。前脚注意，膝盖要微屈，后腿、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大约在135度角之间。两脚之间距离，应是自己一小腿的距离。 从这儿到这儿，一小腿的距离。后手紧贴腹部，头向上顶，目视前方，指尖高于鼻起。在站三体式时，注意前手的肘部，注意不要向外，要向下松垂。前臂。 大臂和小臂之间的夹角，大约在150度左右。后手拇指和腕部紧贴自己的小腹。在站桩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意念是积极意识，虎豹当前，与其争生存。 还有一种是仰，是仰身，注意仰身的时候，姿势可以高一些，这样可以站的时间长一些，注意调节呼吸，外形、手动作不变。在加强积极意识的时候，姿势尽量低一些。 以135度角为好，135度角是最容易发力的角。另外还有一个，两脚的位置，后脚要和正前方成45度角，前脚要直，后脚的脚跟。 和前脚的脚尖的内侧，要在一条直线的两边，两个脚在站桩的时候有两种意念，两个脚的意念，一种意念是两个脚，后脚向后，前脚是走一个这样的劲儿，两个脚的劲儿，还有一种劲儿。 是走两个脚走一个合劲儿，两个脚往里头合，有如站在冰上，怕冰特别滑，把两个腿合，要两个脚要裹胯合膝。这是两种劲儿，外形都一样，这是两种劲儿。三体式站桩，虎口撑圆，五指微分，掌。
要挖，要扣。好，三体式讲到这儿。下边我给大家讲一下杂装。杂装分左右杂装，两脚位置与三体式同，前手握拳，肘略低于肩，后手放到腕部，松肩坠肘，头向上顶。这个时候注意，注意前脚的脚后跟，重心微向后移，把脚后跟抬起来，微向后移重心，然后用后腿的蹬力往前，把这个脚砸下去。这位杂装，装是栽木也，站桩要站在这儿像一个栽木，杂装意思就是把这个木头往下砸一砸，使自己的桩更扎实。杂桩是为了更好的体会劲儿，体会整力。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看一下。这是左脚，右脚。下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五行拳中的劈拳。刚才我演示的是劈拳，下边我把劈拳做一个分解动作给大家讲一下。劈拳要想练好劈拳，先把手上动作先学会。手上动作，两脚开立，两手像三体式一样站好，左手下落抓回到小腹，经心窝向前钻出，高于鼻尖起，小指上翻，右手经心窝奔肘部，顺小臂向前，两拳一相交的时候变掌，左掌拉回，右掌劈出。这是一个右膝，然后右手向下抓回至小腹，经心窝向前钻出，小指上翻，高于鼻尖起。左拳经心窝奔右手肘部，顺小臂向前，两拳相碰时变掌，左拳打左掌打出，右掌拉回至小腹，同时左肩向前微顺，头向上顶。这是手上动作。左右都相同，
下边我给大家讲一下腿上的动作。右手握拳，左手握于右腕部，紧贴腹部。进步先进前脚，后脚跟部一定要注意在左脚内侧不沾地，然后向前上步，后脚跟进半步，再上半步，再上一步跟进半步，然后反过来，上半步上一大步，进半步。这是形意拳的步法特点。形意拳的步法特点就是进步先进前脚，逢进必跟。注意身体不能起伏，不能起伏太多，要求要用前脚的膝盖保持高矮。好，步法讲完，手法讲完，然后是手脚一起劈拳的起势与练习方向呈45度角，呈45度角，面向练拳方向呈45度角，然后双腿立正姿势站好，这是劈拳的起势。两手自身两侧向上抬起，与肩平时手心向上，两手曲肘至面前合拢向下摁，在摁的同时膝盖蹲下，摁至小腹，然后两手握拳，右拳经心窝向打拳方向钻出，左手经心窝按劈拳的动作向前劈出，同时左脚上一步呈左三体式，然后动作手下落，重心往前移，上步钻出上半步，右脚向前上一大步，右拳向前劈出，手下落，钻出上半步，劈出，后手紧贴腹部，转身手拉回扣步，重心移向左脚，上步右脚进步，右拳钻出，然后再上左腿劈出左掌，如此反复。收势，两手同时握拳，前手抓握拉回至小腹，同时前脚踩头顶，并拢，两手打开合到胸前往下摁的同时腿伸直，然后面向45度角。下边我给大家讲一下钻拳。钻拳起势和劈拳起势相同，
我给大家讲一下钻拳手上动作。两脚与肩同宽，两手站成三体式，两手同时握拳，抓握拉回钻出，左手向下盖压翻扣盖压，右拳翻转经心窝向前钻出。注意大臂和小臂之间的夹角，注意小指要上翻，高于鼻子尖儿起。然后右拳翻扣，左拳向前钻出，左拳翻扣，右拳钻出。这是手上动作。下边讲一下脚步腿上的动作，与劈拳相同，右手握拳，左手抓住右腕紧贴削腹，步伐与劈拳步伐相同，进半步上一大步，进半步上一大步，转身进半步上一大步，钻拳注意两手同时抓握成拳，前脚上半步和前手扣压要同时，右拳向上钻出的时候注意右肘部要紧贴肋，不能离开，一离开劲儿不整，要紧贴肋。然后上步右脚上步和右拳钻出，左拳向回拉回要同时，千万注意在练习过程中小指要上翻，有利于眼肘。在打钻拳的时候注意手向上钻，身形微向下坐，这样打出，这是他的劲力。两拳左右都相同，右拳扣压，左脚上步打出，高于鼻子尖儿起。钻拳转身，注意前脚扣步，前拳肘向上翻，重心移向左脚，从头上往下盖下，同时右脚上步，右拳钻出。这是左转身扣步，扬臂从头上盖下，上步钻出，然后上步钻出，左右都一样。收势打回原地之后成左拳钻出，左拳翻扣拉回至小腹，右脚上步并拢，两拳变掌展开，合抱下摁站直转身，这是钻拳。下边我给介绍一下崩拳。起势与劈拳钻拳相同，
绷拳的两个手法动作是两拳，一左一右向前打出。注意，这两拳向前打的时候，松肩、沉肘高于胸起。哪个拳向前打出，哪个肩向前顺，头顶。步伐是左脚向前进半步，右脚跟进。注意，这右脚跟进的时候不是跺脚，注意不是跺脚，而是右脚向前搓地。是个搓地，注意这右脚就好像有人拽着你的后脚脖子，我前脚上步，后边有人拿绳子拽着你呢，你用这个要裹胯带，把这个打出去，这样的步伐一定要注意。这个步伐，这是打后脚的，打后脚的发力。绷拳还有一种步伐是打前脚发力的，就是前脚落地，后脚轻轻跟过去，这就后脚轻轻跟过去。绷拳有两种，一种是打后脚发力的，一种是打前脚发力的。下边我给大家连起来一起做。两手同时抓握成拳，左脚向前进步，右脚往前跟步的时候，右拳打出。右拳打出和右脚跟步要同时，右肩前顺，松肩坠肘，臀部向下松坠，头顶。然后左脚向前进半步，打出左拳，左拳打出也要和右脚跟步同时，也要和右脚跟步同时。这是绷拳的发力，绷拳的发力，注意两肩要往前顺，臀部要向下松坠，不要撅屁股，头要上顶。绷拳的转身按传统将法叫狸猫倒上树，它比较复杂，不论打成右拳也好，左拳也好，要想转身的时候，手拉回，左脚扣步，重心移向左脚，两拳经心窝钻出，右脚横脚抬出，变掌往前落，然后再上步，再打。绷拳转身按传统叫法叫狸猫倒上树。绷拳的收势，打到原地之后打成右绷拳，绷拳的收势有一个退步绷拳，
右脚先退，左脚再退，退到后边打出左拳，这叫退步崩。收势，退步，再退，左拳打出和左脚向后落地要同时，然后左脚上步，左拳拉回小腹，收拾完毕。下边是炮拳，我先给大家演练一遍。起势与劈拳、钻拳、崩拳都相同。炮拳的运动路线走个之字形，炮拳的运动路线，炮拳的手法特点，一个手，左手向上钻翻，右拳向从心窝打出，高于心窝起，两手向下抓拢，拉回，右拳钻，转腰转身，左拳打出。上边这个手注意，高于眉起。这个手高于眉起，应该在眼眉的后边，耳的前头，也就是太阳穴左右，距离头部一拳，拳眼对着太阳穴，肘部向下垂，注意肘部不要向上抬起，松肩坠肘。拳打出高于心窝起，小臂要平，大臂要斜，这是手上的动作，向两个斜四十五的方向，斜四十五的方向打出。步伐与劈拳、钻拳都相同，只是走的路线是一个斜方向。只是走的一个斜方向。这是步伐。炮拳的出势也是以三体式起，第一个动作，右手向左手下向前伸，重心移向左脚，右脚上一大步，双手拉回握拳，左脚跟进，左拳经心窝向上钻，要在脸的右侧往上钻，右拳向上提起在心窝，然后左脚向左前方四十五度角前进一步，右脚跟进，
右拳打出，左拳在左额角处，左肘下垂。下面，左脚上步，两手变掌，向下弧形抓裸至小腹，然后右拳，两手两掌握拳，右拳经心窝，在脸的左侧钻出，高于眉起，左拳提至心窝处，右脚向右斜前方上一大步，左拳打出，左拳打出和右脚落地要同时。注意，两个肩要把这个肩劲儿打出去。炮拳的转身，哪个脚在前，哪个脚向后扣步。如果现在我是右脚在前，右脚向左脚尖外侧扣步，两手变掌扣步，两手变掌抓我拉回，左脚抬起，左拳向上钻，左脚向左斜前方上步。如果是右，是左脚在前，右拳打出，转身，左脚向右脚尖儿前扣步，扣步，两手抓裸，右拳向上钻，右脚上步打出，在要向前打出的时候，注意要用腰劲儿，炮拳转身，炮拳的收势，如果打成左腿在前，右手打出炮拳的时候，左脚撤步，左拳下压钻出，然后左脚向前上步，左拳劈出，再按劈拳收势。形意拳所有的劈崩钻炮横，不论打到什么位置都可以收势，但是必须是收势时必须是左三体式，撤步钻出劈收势。如果打成右脚在前，左手打炮拳时，右脚收回，右拳下落，钻出，再劈出，下边再按劈拳收势。完了，五行拳中的横拳，我先给大家演练一下。横拳起势和其他拳种和其他拳都一样，左三体式，
枪拳的步伐和炮拳步伐相同，横拳的手法和其他拳种和其他几个拳不一样，高矮与肩起，小臂大约在150度左右，拳心向上，前拳拳心向上，后边的拳拳心向下，往前走的时候旋转，这是横拳的手法。横拳在老拳谱中有横拳不见横之说，注意横拳一定要一开始走的时候这个拳的拳心向下，与前面拳头相碰时翻转，同时翻转，一个向下扣，一个向上翻。这是横拳的手法特点。我下边给从整个动作尽力讲一下横拳的起势，也是左三体式。第一个动作，两手同时握拳，左拳翻转，然后右拳向左拳向左臂肘下，以俯拳前伸，同时左脚向左斜前方进半步，同时打出右拳。这个时候两个脚的位置要注意后脚膝盖向下插，头顶目视前方，两个脚要有加减之力，两个脚要有加减之力，然后进半步打出，横拳的转身步伐跟炮拳步伐相同，哪个脚在前，哪个脚向后脚的脚尖外侧扣步，拳不动，随转身而走，面对来时的方向，然后右脚上步。如果是打成左横拳，右脚扣步，重心移向右脚，左脚提起，然后左脚上步，右拳打出。一定要注意拳向前，一定要注意这个肩和肘拧，腰身的拧力，最后打出的定点和前脚落地要同时配合，呼气而发力。横拳的收势，打到原地位置之后，如果是右横拳，把左脚向后撤，右拳拉回钻出，再打成左三体式。如果打是转身后成左横拳，注意右脚向后撤，并拢，左拳扣压，右拳钻出，再打成左三体式，再收势。
这样，五行拳劈崩撞棒就给大家介绍在这儿。五行连环拳是在劈崩钻炮横五种基本拳法的基础上组合起来的，它也叫进退连环拳。五行连环拳是一个传统套路，它流传最广，全国各地只要是练形意拳的，五行连环拳基本都有。五行连环拳它一共有10个动作，一去10个，回来是这10个动作的重复。下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进不崩，退不崩，顺不崩，白鹤亮翅，左炮，5个动作。下边我给芬姐讲一下，进不崩，两手同时抓握成拳。左脚进半步，右脚跟进，打出右崩拳，然后右脚向后退半步，左脚再退，右拳翻转，左拳打出，右脚向前上半步，右拳打出顺步崩拳，白鹤亮翅，左脚向后退半步，右拳裹向外开，然后两拳交叉向上钻翻撑，重心移向右脚，然后再移向左脚，把右脚拉回，要振地有声，然后右拳向上钻，左拳向前打，右脚向右前方，右斜前方上一步，打出左炮。我再把一下这个白鹤亮翅反过来再给做一遍。白鹤亮翅，左脚向后退半步，右拳沿肘向外撑开，然后两拳交叉向上钻出，重心偏于左脚，翻转撑开，重心偏于右脚，然后重心再向后移，两手向下裹，向下裹，右脚撤回，正脚落地发声，然后再打左炮拳。打左炮拳的时候注意，手往上钻，身体往下，而且身体要有一个向右斜前方往前冲的这个势能，然后打出，突然
像炮一样，突然啪一拳打出。下边再介绍后五个动作：退步包裹手、进步右横、上步狸猫上树、进步右崩。这是，然后是一个转身，包裹手，注意沿肘撤步，俩手要同时用力，右手向下，左手向上，这两个手注意要走圆活，就是要圆弧不停。另外在用力的时候注意欲前先后，欲左先右。我要左手向那边推的时候，拨的时候，我先把身子往这儿去，然后再走，以腰带肩，带肘带手，两个手要同时动作。在练习的时候，两个手可以一开始不用发力。要不要发力？最后一掌的时候要注意，要把身形要正，两臂要圆，要撑圆，胳膊要撑圆，以腰带肩，带肘带手。这是包裹手。下一个动作是右横拳，两手同时抓握成拳，左手翻转，翻转，右拳不动，向左肘下，向前，钻横，左脚向左斜前方，上半步，同时打出，拳高与肩平，臀部向下松坠，头向上顶，目视前方，两手同时抓握，注意要先翻转，然后用肘，用拳头向肘下打出，拳打出和前脚落地要同时，要同时，后脚跟步时要用膝带足。这是进步右横拳。下边再说一下狸猫上树，接右横拳，狸猫上树是左脚向前进半步，两手同时变掌翻转，重心向前移，两手向回拉回，右脚向前起，横脚蹬出的时候，两拳钻出，两拳钻出，右脚向前落，两手变掌打出。这是狸猫上树。左脚是上半步，俩手向下，重心一往前移的时候，一起腿和双拳向上钻，左拳在右肘部，左脚以脚尖向外向前向上蹬出。
一般情况要求脚不能低于腰，不能低于腰。脚，注意脚尖向外，脚尖向外。狸猫上树，取的就是这个动作。狸猫上树完了之后，是一个进步绷拳，右脚先向前进一步，左脚再向前上一大步，在这个过程中，两手同时抓握成拳，右脚跟进，右拳打出，这叫进步绷拳。接狸猫上树动作，前脚先进，左脚再进，跟进，打出。形意拳的步法特点，进步先进前脚，逢进必跟。进步，上步，打。连环拳转身动作叫狸猫倒上树，就是绷拳的转身。右拳拉回制服，左脚扣步，重心移向左脚，右拳和左拳钻出，左拳在右肘部，同时右脚起横脚向前蹬出，打出。这是绷拳的转身，也叫狸猫倒上树。刚才那个动作叫狸猫上树，是直接向前，这个是转身，叫狸猫倒上树。右拳拉回，左脚扣步，重心移向左脚，双拳钻出，与右脚横脚蹬出要同时，然后右脚蹬出完之后，向前向下踩落，重心在两组之间，打到原地之后转身成狸猫倒上树，打一个进步绷，退步绷，然后收势，按绷拳收势。五行炮是在五行拳基础上一个对练套路，它是按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而组合而成的。五行炮是五行拳之后按照破解法而组合的一个对练套路，它动作简单实用，步法按照形意拳进步先进前脚，退步先退后脚，手法按照五行拳劈绷钻炮横的劲力和手法特点而组合的一个对练套路。五行炮的对练可以更好地体现五行拳的用法，是五行拳进行实用的一个练习方法。形意拳对练
五行炮。下边我把五行炮分解动作给讲解一遍。起势，白方向前进半步打一崩拳，红方向后撤半步，用左手盖压，紧跟红方左脚向前进步，然后还一崩拳，白方撤步，右腿向后撤，左手向上向下盖压，紧跟再还一崩拳，然后白方左脚进步打出左崩拳，红方换步，左脚撤回，右脚向前上步，打出一劈拳，打出一劈拳，然后白方向后撤，右左手向上钻，打出一炮拳，对，向对方的心窝打出一炮拳。红方是撤步沿肘打出一钻，对，然后两个人交换，这是五行炮，交换打几次，两个人总是这几次的连续动作，这么动作。五行炮打多少次数，根据场地大小，根据两个人的体力，可以任意练习多少次。